很敢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如果今天实在可以说，今天他坐我旁边。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，没有。蔡昌华全明星毕业了，第四季郭宏志空降黄队领队。喜爱运动，热爱运动，没有运动就吃不下饭，就睡不着觉，甚至就会活不下去的运动是运动狂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展元，我是郑华，我是钱姐，我是小杰，欢迎收看全明星运动会。尚华，你在哪？全明星黄金播报组合搭档了三季，蔡尚华27号宣布从节目毕业，表示在工作上另有新规划。在全明星的阶段性任务完成，也祝福改版后的第四季维持高流量、高收视。好，我等来了。你好，你干嘛？这查某人是啥？阿姨，你好，我是陈浩的朋友。你好，你交女朋友啊？多么激烈！好，谢谢阿姨。我就是撒尿衣啊。你好，是干嘛？真心的相爱啦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亲亲给我看。第三季的男生谁最帅？张国山，真假的？你应该是最萌的。红队领队江宏杰回应蔡尚华：“毕业快乐啦！接下来请常来我球馆打球哦，以祝福之名行拉克之时。”而全明星制作单位也表示正寻找主持接棒人手。第四季节目将有全新的赛制，必须经过三轮比赛，包括循环赛、资格赛、冠军赛。征选标准则跟以往不同，以挑选体能状态与运动风度为首要决选条件哦。我们这 CP 你这个阵容是怎么样？那我要重新再建立吗？如果继续当卫冕者不是很好吗？如果真的第四季我被打败了，大家不是很爽吗？所以两位是会携手一起参加第四季吗？秦姐，你会再次击败他吧？没关系。哎，是的，前杰 CP 再续前缘。虽然蓝红两队没改变，不过本季将新增黄队参战，由台湾首位美国职棒登场左投棒球国手郭宏志担任，形成三队共斗。他都穿个短袖，然后露出那么多刺青，是想吓死谁啦？如果当领队的话，就是就麻烦三队两位前辈。可以啊，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愿，然后薪水够高的话，没办法。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的，这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被偷。